上午的2:22，现在看到的是街头艺人歪头男，歪头男，这个歪头男在那边打的鼓。那我们参加他的记者会很多，他们有四人组的乐队，他也是在打鼓，打鼓的时候你注意，头会摇摇晃晃，所以他叫外号叫歪头男啊。他在那个华博圆山方面这边表演他的打鼓的技巧。政府在长照2.0，我们专门报道长照2.0身障者的工作，身心障碍者的工作非常重要。你要身心障碍者要生活啊，也要吃饭啊，要有收入来源啊，光靠政府帮忙是不行的 啊，所以必须自己出来讨生活啊，就像记者要去跑记者会一样啊，是不是赚点微薄的那个零用钱呢？我最少起码每天赚个100-200的纪念品，一天跑个4场3场赚个400，赚个300-400，我可以卖个200，打五折卖出去，对不对？或者都赚个300，我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块的零用钱呢，让自己的生活会更好一点呢。要不然每天出来车费也要钱，什么都要付钱，吃饭费也要付钱。我又不在做，但虽然中心有饭吃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在外面工作，做志工记者啊，在做志工记者啊。你看今天圆山花博也是好，雨停了，你看对面白云也过来了，明后天天气一定是会转好的啊啊！但是歪头狼，你看好多人给他打赏，好多人给他打赏，因为到了月底啊。你看好多人在给他歪头男打赏啊，这是记者燕国润在花博圆山花博的报道。